你说回沙河镇吗？嗯，我娘说她很想回去拜拜我爹的坟，她说要亲自在坟前跟我爹说。嗯，那也好，总算了了她一桩心愿。她挺可怜的，我不忍心就这样丢下她，我绝不能。她已经疯了。你想带她回牧场？我怕我娘她不肯呐。我去跟娘说。她现在是个疯子，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娘，我们站了很久了，回去吧。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有话单独要和你爹说。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什么不对劲儿？你说你娘那么恨万大全，她怎么能够就答应了把她带回牧场呢？这不是你娘的性格。可能我娘觉得她已经疯了，也就算了。你会算了吗？根本就不可能算。万大全那个禽兽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，就算他没杀我爹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他。你都不会原谅他，何况你娘呢？大块头，嗯，赶快回去，你娘有危险。虎哥，我知道你不原谅我，你不会原谅我的，虎哥。我就是死了，我都没脸见你啊，虎哥。你原谅我吧，我对不住你，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，我死在你面前。我死你面前。娘，娘，娘，你让我死，你让我死，我不想活了，你让我死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娘，你别吓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吓我。娘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以为你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吗？不会的，你心中充满了怨恨，就算你今天死了，你也是个冤鬼。而万大全呢？你说的那个禽兽呢？他还会好好的活着的。娘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好不容易你跟你的耿儿碰上了，你又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了，你看到你的耿儿长大了，成家了，难道你心里就不快乐吗？为什么你心里的快乐不能够冲淡你所有的怨恨呢？你告诉过我，你说你想要一个孙子，我现在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了你的孙子了，难道你舍得一眼都不看他就走了吗？娘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一直被怨恨缠绕着，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好好的活下去，开开心心幸福的过下去，你说行吗？娘，娘，芳芳说的对，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耿儿，娘，
芳芳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我打听到叶大帅的军队已经重重包围沙河镇，限期明天将新词嫁过去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他就杀光全镇的人。当家的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救他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说什么？我和你一起去救他。你是不是傻了？你听我说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都要在一起，听见了吗？不行啊，你不可以去，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还有，你想想正阳，想想肚子里的小块头，你忘了吗？啊，现在不是你一条命啊，是两条人命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放心，我在家等你回来，你要注意安全，听见了？听见了？啊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回来的。不见就不见，最好他死了。奶奶，其实爷爷也挺可怜的。别说他了。你娘呢？我娘她没有回来。她不是说她买东西会儿就回来吗？
怎么还没回来？就是没有回来呀。奶奶，咱们去找爷爷好不好？我答应娘要好好照顾爷爷的。老三，老三，你的坟像山一样高，爷爷，像水一样长。爷爷，你在哪儿啊？可是你的坟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。老三，有饭吃啊！我替你报仇了，报仇了。爷爷，别在这玩了，到时间了，天都黑了。我替你报完了仇了，我把那混蛋杀了。老三，我真的杀了，我把他一下子啪丢下去了，啪下啪叽里咕噜啪这滚下去摔瘪了。替你报仇了，爷爷吃饭了。我替你报仇了嘛，我把那畜生给杀了。奶奶，我真的把那畜生给杀了。奶奶，老三呐，胡哥，万大全已经疯了，朱奎安丧尽天良，也难逃一死。虎哥呀，我知道你一定在报恨，你报恨耿儿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报恨我，报恨我没能为李家生下一男半女，没能为李家留下半点骨血。我知道你不原谅我，你一定不原谅我，虎哥。大日黄泉路上，我没脸见你啊！我没脸见你，虎哥。正阳啊，正阳，你娘回来没有啊？万大全，你发什么疯？奶奶，奶奶，老实点！奶奶，怎么回事？奶奶，小婆子，李可明在哪儿？他媳妇在哪儿？快说！不用，报告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奶奶，把这个小婆子跟这小鬼带回去，交给大帅。走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？奶奶，干什么？谁敢在万家庄撒野？你谁啊？你小子想干什么？撒手！哎呦！爷爷！哎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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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爷爷！这他妈的原来是个疯子！去你！哎呀！把他带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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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走！走！奶奶，奶奶，咱们赶快躲起来，快快！
来，我来帮你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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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鬼头爹，爷爷他到底怎么了？正阳，你看住爷爷，给我好好照顾他。哦，爷爷，爷爷，娘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。芳芳呢？先别问了。放。真的不明白，我对沙河镇的镇民这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为什么？王峰，把所有人都枪毙！大帅，这都不关我们的事，不是师尊的招，这不行。住手！等等，退后，都退后。想要我嫁给你，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。你说。一，我要看到这些老百姓继续在沙河镇安居乐业。我答应。二，必须等我孩子生完以后才能嫁给你。三，
枪毙梁永昌。没事的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块头，这事儿别跟正阳去说，我已经跟你娘说过了，不要告诉正阳。以后就请你帮我照顾他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说的。总之，家里的事，大大小小的，都由我大块头来帮你看着。你放心好了。其实，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：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给了正阳一个爹。你不用说了，你说的话和我心里想的是一模一样。这些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。行不行不关我的事。正阳，你娘病了，需要多休息，你可不能再乱吵了。对了，奶奶，我娘她到底得什么病了？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正阳，哎，大块头爹，大块头爹，爷爷他醒了。正阳乖，爷爷没事，来，你娘要见你。哦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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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生什么病了？娘没事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是啊，大块头爹，你快点找大夫给娘看看呀。你娘没事。正阳，你过来，娘只想好好看看你。娘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我给你盖被子。不用了，听我说，你娘需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要乖，要听大块头爹的话，听奶奶的话，知道了吗？娘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也要去。我去的那个地方很远，小孩子是不能去的。我就要去，因为你去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能一辈子都跟着娘啊，正阳。娘现在想想，其实挺对不起你的。
我一直让你在我身边，跟我打理牧场，没有想过让你好好念书。当家的，以后你就把牧场卖了，我不念书，用这笔钱做点小买卖，让正阳好好的念书。正阳这孩子很聪明，就是很倔，有时候不听话。他要是不听话，你就揍他，狠狠地揍他，知道吗？让你操心了。我不念书，我不念书，念书多没劲呀！正阳，你要乖，听娘的话，知道吗？我就是不念书。正阳，你说不逼着我，为什么又反悔？正阳，你要听大块头爹的话，听见了吗？我不念书。再叫我就揍你，你信不信？你，我就是不念书。你，我走。正阳，正阳，芳芳，正阳还小，不懂事。将来我们好好的教他，啊。让沙河镇的镇民受苦了，我愿意承受所有的苦难。包大人，我求求你了。你为什么要哭啊？你是个大男人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滚！你叫谁滚啊？你谁呀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该滚的是你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你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哭得跟个小孩一样，难看。闭嘴！哎，芳芳的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罪？而你这个禽兽，为什么不死？为什么？你说我是禽兽？禽兽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那就不是人类。对，你就不是人，你就是禽兽。我今天要天天警告，我要为父报仇。我要杀了你，刚儿！放手！你放开，刚儿！刚儿，你放开手！你不能杀了他！你不能杀了他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！你不能杀他！你不能杀他呀！不能杀他，刚儿！你不能杀他！走！咱走，刚儿，咱们走，咱不管他，不，他这种人早晚要遭报应的，走，咱不管他，他早晚要遭报应的，早晚遭报应。他说我作孽，
他说我作孽。老天爷，我做什么孽了？我会作孽吗？孽不好做呀。我作孽。吃饭了。想不到吧？如你所愿，我已经答应叶大帅做他的四姨太了。你知道其中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吗？让你死。心慈，你别这样。心慈，你想想，你忘了。我们是曾经相爱的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你饶了我。你曾经爱过心慈，你忘了你爱过我。你放手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你害死了我爹，你还用脸说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爹不是我害死的，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胡说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你死，我是替天行道。天行道，叶星子，你在放屁！告诉我，天在哪儿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我怎么也看不见。如果真有天，我告诉你，如果真有天我的孩子不会死，如果真有道，我就不会这么惨。这么多年，我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道。你告诉我替天行道，天在哪儿啊？道在哪儿啊？有天，有道。星子，你看，你现在多怀了孩子，你就当给自己的孩子积点德，你把我给放了。你没资格说我的孩子。好，没资格。星子，你看我手都已经残废，我被你弄这么惨，就算我以前做过什么错事，我该遭的报应都已经遭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星子。我已经很惨了，星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，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。不是，不是狗命，我就是一条狗，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就是你的一条狗，星子，我就是你的狗，汪汪，我就是你的哈巴狗，星子，我就是你的狗，星子，你死定了。星子，放开我！你的心太狠了，星子不要，放手，不要，放手，放手，快点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是星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做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等着吧，我们俩在阴间，我们俩在下边。等着吧，沈金慈，我在下边等你。
跪下！不要杀我，我有钱。跪下吧你！不要杀我！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，我一定不会。我的情只有你，我不会死。练永昌跑了，跑了就跑了吧，反正梁永昌现在已经变成废人了，没有关系，下去吧。是。沈姑娘，你来了，坐下来说吧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刚刚王府来，他说梁永昌已经被枪毙了。现在你应该可以安心了。谢谢大帅，想必你还记得我另外的两个条件吧？嗯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沈姑娘，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也会留在这的。你也留在这边？嗯，来，坐下来聊吧。不能。仆人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父亲，你知不知道石俊他？